这算什么后果？又不用跟顾客打电话说对不起，并且获得顾客的原谅。哇，他干嘛？碰瓷啊！他碰谁啊？打电话？他神经病啊！哇，你个啊！我操！就是节约的司法成本，处理快就是快捷。一会儿交通事故就是损害赔偿案件，哎呦，力争就是矛盾纠纷快。离去的新地方，环球世界一八，搜索人少景美，尽享美食之地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。哼！找死你了吗？哎呦喂！慢走了，快得到，那边就没人走了，哇哇！他不影响吧，反正能叫他到时候弄，叫他到时候给弄呗。时间长了，哟。